星际特工队是一个由全球精英战士组成，旨在防止地球受到外星侵略的秘密组织。所以，超级英雄这种事儿还是交给我们吧。你这是先把我们放了耶！知道，快跑！救命啊！怎么回事啊？没有宇宙水晶，你们真就啥也不是啊！哎，孔头不知道，小豆泥，谁说没有宇宙水晶就不能当英雄的？我们走！这些人凭什么抢救宇宙水晶？把我们关起来！肯定有问题，小皮也不见了，我们得去找他。文言班长，控制室就在那儿，大家不要动，基地控制室这种关键位置，周围却连一个士兵都没有，说不定是因为特别的气。果然如此，根据我刚才背下来的基地地图。事情就交给我吧。哎，轻松搞定。大哥，你在上面的指挥室里，通通不许动！欺负我学生，还抢我台词，简直不能忍！啊！喂，姐妹的心你好能打呀！人家其实是个淑女，只是为了保护你们啦。他们在哪儿？好，我来掩护，再进快点。警报！外星舰队正在接近。星际战队全体出动！